来吗？对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都吃饭了吗？家人们都吃饭了吗？嗯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吃完了。哇，这么快的吗？欢迎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帅哥们，欢迎你们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感谢分享直播间，谢谢家人们分享的直播间。哎呦，太远了，有点看不到你们。对。嗯，感觉你好累呀、啊！我不累的，家人们，我不累，我只是做做饭。哎，今天一整天啥也没做，然后我就想的是做做饭呀、啊、啥的。你们都吃晚饭了吗？嗯，晚上好，还在做饭吗？对，我们吃饭了的姐姐们打一波吃了，没有吃的姐姐们打一波没有吃哈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吃了还是没有吃。对，我们吃了的姐姐们打一波吃了，没有吃的姐姐们打一波没有吃。欢迎欢迎欢迎！哇，全部这么早的吗？我们都还没有天黑，我们现在外面都天还亮着，还下着毛毛的雨，对。欢迎所有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哈，欢迎你们！哇，天哪，感谢送出来的粉丝灯牌，谢谢谢谢所有的姐姐们帮妹妹点的赞赞和帮妹妹点的关注这些哈。去外面看一看，家人们你们要去外面去看吗？如果是说要去外面看的家人们扣个一，不去的扣二，然后哪些姐姐比较多的话，我们就听哪些家人们的好不好？嗯。对，想要去外面看的家人们扣一，不想去看外面的家人们扣个二。哎呦天哪，谢谢我们这个红姐姐，不用送礼物，家人们你们帮妹妹点个免费的赞赞，免费的关注，我都已经很感谢了哈，很感谢了。嗯，今天要炒什么菜呀？就是炒一些家常平时吃的菜哈。我这个衣服难看死了，难看吗家人们？这个衣服难看吗？这个衣服，但是这样穿起来很凉快呀，你们没发现吗？因为这个太累了，所以我就这个往下这样子弄了，这样就你们就理解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不能穿太累的，然后我把这个弄上来的话也不行，对，也不行的。嗯，你那个什么短袖配棉拖，没有，这是没办法，咱们因为穿的这样子的话，它就会那个哈，因为穿裙子的话都有点，他们说有点短嘛。我们欢迎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哈，欢迎你们！依你们脸上完全好了，对，你们觉得现在好了没有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好了吗？好了的打一个好了，没有好的打一个没有。嗯，经常都穿的稀奇古怪的啊，我穿的稀奇古怪吗，家人们？就是为了舒服呀，我。我是为了舒服，我并不是说我爱美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就是这样子穿起来很舒服，而且我现在在过敏当中，然后我就不敢去穿个，不敢穿很厚的衣服，不敢去穿有毛的衣服，我就喜欢穿这种没有毛的比较单一的衣服。感谢哈，感谢哈，不如以前的眼睛好看了。嗯，确实很丑，确实很丑。谢谢家人们点的关注和赞赞哈，谢谢你们。家人们觉得我的衣服丑的打个丑，不丑的打一个不丑哈。对，丑觉得丑的打一个丑，因为这样子穿起来的话就比较方便一点哈，所以说没办法。对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，姐姐们？我们吃饭了的姐姐们打一波吃饭了。我不能换一件吗？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了吗？有，我有好看的衣服，姐姐们。但是好看的衣服，我昨天穿的那个很好看，他们说让我不要这个样子去穿，他们说那个样子去穿的话，他们说那个样子去穿的话就是太勒肚子了，然后我今天就这样子穿了哈，知道吗？就这样子穿了哈。嗯，我们欢迎所有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哈，欢迎你们。对，对对，
我们现在做饭吃饭了，现在做饭吃饭了。嗯，谢谢，天哪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好多家人给妹妹点了赞赞和关注呀，谢谢所有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哈，谢谢你们，好多家人在给我怎么穿就好，一个人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，姐姐们，你们看，你们就不要嫌弃我的穿搭了。你们就不要嫌弃妹妹的穿搭了，好吧？嗯。这个火好像有点不行，现在，哦，可以了。叫你到二哥家，你不会去吗？家人们，就是你们觉得我要去二哥家吗？就是好多人都跟我说，让我到二哥家去。这个样子的话，阿哥也可以照顾我了呀什么的，但是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去二哥家哈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对，嗯，姐姐今天没有在家里面吗？姐姐今天没有在家里面哈，没有在家里面。家人们，你们平时的话都会去吃一些什么菜呀？过敏好很多了，对的，过敏好很多了。我们今天有煲汤、炖汤、炖鸡、炖排骨。没有炖鸡，但是我们炖的有排骨呀这些的。欢迎直播间的哈，爸爸在哪里呀？我的话已经让我爸爸下来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我爸爸愿不愿意下来哈。你们觉得我爸爸会愿意下来吗，姐姐们？好香的味道，你们有闻到香的味道了吗？你那样的话太矮了，煮饭不舒服呢。对于我们家这个的话，我都已经买了一个，但是这个有点矮了，我下次再买一个大的吧，我觉得。嗯。哎呀，天哪，这里好多好多烟熏的。我妈妈在喂猪，家呢，我妈妈在喂猪，然后我没有办法去喂猪，所以是我在炒菜，妈妈在喂猪哈。你们要不要看我妈妈？家们要看我妈妈的扣一，不看我妈妈的扣二。还差一点盐巴，再去放点盐巴。嗯，你们看一下，你们觉得妹妹炒的这个菜好香不香的样子？香的打一个香。对，你们觉得，下次再买一个大的吧。我就是这个的话是我买来的，都还是有点小了。然后我下次再买一个比较大的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会这么矮。我也不知道会这么矮，然后就买的有点矮了哈。嗯，你们看一下这个饭菜，看起来感觉像不像很香的？哇，火太大了，这会儿火太大了。香的打一个香，不香的打一个不香哈，哥哥姐姐是啥意思吗？嗯。哇，我已经闻到满满的香味道了，天哪，好香好香呀。应该熟了。又要加麻油吗？不加麻油，就只加盐巴。好多家人说，家人如果是你们外面的话，就是你们自己外面的话，你们会不会就是自己怀孕了以后自己做饭？如果是怀孕了自己做饭的，扣个一。如果没有自己做饭的，可以扣个二。因为我在做饭的时候，好多人说让我不要去做饭呀什么的，说做饭不好呀什么的。但是的话哈，姐姐们，因为我家里面的话，我妈妈一个人在家的话也会很辛苦，所以说的话我要自己去做一点饭，然后自己也不会饿着呀什么的哈。对，嗯。
你不是很爱干净吗？是什么意思呀？张萌，我还天天做饭，天天做饭。对的，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哈，也是一样的，自己要天天做饭。嗯，是的。啊，马上就可以吃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看一下，妹妹做的饭菜香不香哈？我的天呐，欢迎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刷们哈，欢迎你们。嗯，好多好多的家人们呀。我们帮妹妹点点赞，再分享分享直播间好不好？对。哎，我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新进来的。妹妹你的肚子有几个月了？你们看一下，姐姐们，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像是有几个月的。我看一下，今天我穿了这个衣服，我看一下姐姐们能不能猜得到。能猜得到的姐姐们可以打在公屏上哈，能猜得到的姐姐们打在公屏上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姐姐们看我的这个宝宝的正不正常好不好。对，欢迎哈，欢迎家人们。天哪，好多好多呀。哎，七个月这么小吗？小不小呀，姐姐们，你们觉得小不小？小的打一个小。好多人说我的肚型有点小了，你们看一下，姐姐们，你们看一下小不小？哎呀，因为太勒了，就是太勒了，所以我就这样子穿了。但是我还可以这个样子穿。你们觉得像是刚才那样子穿了，还是这个样子穿？像刚才那样子穿的扣一，然后像现在这样子穿的扣二，好不好？他们都说我的审美不好，然后说我穿什么都不好看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穿会是好看的。所以好多家人说，像刚才那样穿的扣一，然后我现在这样子穿的扣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因为都说我怎么穿衣服都不好看。怎么穿衣服都不好看呀什么的，但是我像刚才那样子去穿的话，必须得把这个往下叠叠叠，不能勒着肚子，因为里面勒着的话，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舒服了哈。对，是这个样子的哈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是啥嘛？然后我直播间呢，因为很多家人们都知道，我是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人，我们这边的人他们都跟我说，一个女孩子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，以后不会幸福。但是我自己的话哈，包括我爸爸妈妈他们也，我爸爸的话没有去说，但是我妈妈的话也一直跟我说的是，我妈妈也一直跟我说的是，如果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结婚，男方也不给我办一个婚礼，我就有了孩子的话，我以后不会幸福，我以后不会幸福呀什么的。可是我不相信哈，家人们，那你们觉得就是就这样子的话，你们会去相信吗？你们会相信没有给婚礼的爱情能幸福吗？家人们，对，不可能幸福吗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哈，家人们，怎么会不可能幸福呀？为什么会不可能会幸福呀？没有给婚礼的女人是不会幸福的。对，很多很多，我们这边的人都在跟我说，没有给你婚礼的男人，你不要给他在一起，因为你不会幸福呀的什么的。我们现在可以吃饭了哈，姐姐们，我们现在可以吃饭了。但是，如果是说以后，妹妹你现在多大了？天哪，是不是还有姐姐们？就是是不是还有哥哥姐姐是刷姨们？是不知道我是来自哪里的？有第一次进妹妹直播间的姐姐们扣个一，然后我给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的话是一个来自，吃饭啦，吃饭啦！家人们，你们猜我们今天有几个人吃饭？你们猜一下我们今天有几个人吃饭？穿裙子，我昨天穿的那个裙子，他们都说有点不好，然后我今天才换这个的。你们就是家人们，你们今天能不能猜到我们今天是有几个人吃饭？
们看一下我做的饭菜，你们看，这个是我们炒的那个蘑菇，这个是我们炖的汤，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炒的菜。这个饭菜的话，你们看起来有没有食欲呀，姐姐们？你们看起来有没有食欲的这个人，怎么感觉你老了很多？姐姐们，你们觉得我老了吗？老了吗？就是20多岁的姑娘，然后我现在是第一胎，还没有结婚。然后像我这个样子的话，就是我第一胎，然后我这个脸型，而且在我开了美颜的情况下，你们觉得妹妹老不老？老的打一个老妈，妹，吃饭啦！我们终于可以吃饭啦，家人们，终于可以吃饭啦，终于可以吃饭啦。嗯，我现在是开了美颜的情况下，然后第一胎还没有结婚，然后很多家人们都说，嗯，妹妹你老了，你老了的。如果家人们觉得，妈，吃饭喽，给我妈妈添好饭哈，嗯，吃饭啦。吃饭了，家人们，吃饭了，你们都吃饭了没有？哎呀，终于吃饭了，真的，孕妇太容易饿了，太容易饿了。但是我不想吃饭了，家人们，我不想吃饭，我想吃那个，马上哈，哥哥姐姐说什么？我们帮妹妹点点赞赞，好不好？我们外面在下着雨。我不想吃饭，因为这两天的话，嗯，天天都只吃肉啊肉啊的，所以我的话想吃另外一个东西。为什么你每次都是穿的衣服都是稀里古怪的呀？家人们，我穿的衣服稀里古怪吗？稀里古怪吗？20多岁的女孩子，我看起来像个30-40岁的。姐姐们，你们看一下嘛，你们看一下嘛，反正。因为反正的话，就是现在妹妹的话年龄就是属于一个第一胎，我是第一胎。然后你们的第一胎的话，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啊？我也不知道我生的是个男宝还是女宝。然后我的第一胎的话，就好多人都说我像个五六十岁的人了，我也不知道哈，家妈。对，嗯，哎呀。对，当时你们在生你们的宝宝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这个样子跟妹妹一样呀？如果是说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哎，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平时就没有注意的原因。天哪！感谢家人们的关注和分享的直播间，谢谢，谢谢家人们点的赞赞哈，感谢哈，谢谢你们，天哪，太感谢所有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们，嗯，给妹妹点的赞赞哈，天哪，太多太多的人了，太多太多的人了，谢谢家人们点的关注哈，妹妹是你自己的原因呢，哦，意思是姐姐们在怀孕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样子的呀。对吧，姐姐们，你们自己在怀孕的时候，你们是没有跟我一样的呀。妹妹，你为什么每天都像一个疯子一样呀？有吗，家人们？有吗？我只是简简单单的在这里做个饭。嗯，真的你好烦呀。没有吧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妹妹烦的扣一，觉得妹妹不烦的扣二，因为可能我现在的话就是，确实因为太饿了，你们知道吧，太饿了，因为我现在是两个人在吃饭，所以说的话难免会有点饿，有点着急了。就是中午的话我有在休息嘛，因为现在有宝宝以后就很，就是睡眠就很好。你们有宝宝的时候你们睡眠好不好？你们睡眠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嗯，对，这个不，里面的这个弄下去吧，对，里面的这个弄下去哈，家人们，里面的这个，因为刚才有的人说我穿的什么呀，所以我才把里面的这个拿出来了，然后就好容易就腰啊这些好容易疼啊什么的。嗯，欢迎直播间的哥哥姐姐是啥人们，欢迎你们哈，欢迎你们。头发梳一梳呢，咱们我是先吃饭还是先梳头发呀？你们说我是先梳头发还是先吃饭呀？因为我不想把宝宝饿着了，呵呵，这样会好看一点。对的对的，
但是这样子的话，就你们看都是这样子弄下去的，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呀？我听你们的好不好？直播间的所有，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哈，欢迎你们所有的家人们。对，你们让我先吃饭的话，我就先吃饭；你们让我先去梳头发的话，我就梳头发。因为主要是家里面没人给我做饭，所以说我一起来我就开始自己在这里忙忙忙，实在是太饿了，不想把宝宝饿着，是这个样子的哈。未婚先孕的女孩子不值钱啊！我的天。怎么又说未婚先孕的女人不值钱？为什么就是说的跟我们这边好多人一样的话语呢？就我们这边也是，他们好多人都跟我说，就你们知道吧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像我们这边的话，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他们说，你这个女孩子就是男方家都没有给你一个婚礼，然后你有了宝宝才来找你，你不会幸福的呀什么的。但是我并不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哈，姐姐们，我并不觉得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就觉得，上面穿的是什么呀？我上面穿的是衣服呀，姐姐们。我上面穿的是衣服呀，你们都有吃饭了吗？吃饭了的打一个，吃饭了没吃的打一个没吃。我现在的话在弄饭。对，你们觉得值钱的打一个值钱，不值钱的打一个不值钱。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怎么说呢，就是当时我们这边我知道，我没有想到我去一次男方家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，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还没有结婚就会怀孕了。家人们，我还没有结婚就会怀孕了，其实我也不想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，你们知道吧？我也不想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，但是当时我没有想到，你们知道我去了他们家几次，然后我才怀上的这个宝宝吗？知道的打一个知道，不知道的姐姐们打一个不知道。因为当时是我自己也没有想，我自己也没有啊。天哪，感谢哈，感谢所有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点的关注，谢谢你们。好多家人们在给我点关注呀，天哪，不值钱啦！家人们就真的是这样子的吗？哦，谢谢关注，谢谢。我们还没有关注的，哥哥姐姐叔叔们，左上角记得给妹妹点个免费的关注哈。是的，是的。哎呀。好了，这个可以了，给它抹点油吧，给它抹点油。反正他说了，他要给我。等宝宝出来以后，他要给我补办一个婚礼，家人们。你们觉得他会给我补办一个婚礼吗？因为他说了，等我那个以后，他就给我补办一个婚礼，家人们，他就给我补办一个婚礼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以后有你受的苦。妈，吃饭啦。可以吃饭了呀，可以吃饭了，你为什么不来吃饭呀？哎呦，我头发本来就扎得很好，就是太卷了，家妈。可以吃饭了。这是找姑娘，你辛苦了。没有啊，可以吃饭了，可以吃饭了，可以吃饭了，家人们，我们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头发是本来就是自然卷的，家人们，我以为是我没有梳好。那还是梳梳。我的头发很弯，但是我的这个我要，就是二哥的头发也很弯，就是我，我现在称呼二哥，我称呼二哥的话，好多家们都不知，就是有的家们以为我嫁给的是自己的二哥。打扮一下自己，不要搞得像个80岁的老太太一样。
不是的，家门真的不是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嗯，我昨天那个衣服就很好看啊，妈，我昨天那个衣服就很好看，但是因为他们说不能穿那种衣服，但是我不穿那个的话，家里面的衣服就这个就很宽松，你们看，就是肚子也太巴适了，啊，太巴适了吗？不是巴适了，下雨了。嗯，哦，下雨了，嗯，下雨了。哎呦。哎，是不是只开了下面？可以吃饭了吗？你的饭都添好了，你就再拿一个筷子来吃就行了。嗯。这怎么这个意思？那就拿来给他们呗。嗯。哦。对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你们吃饭还没？这个是我妈妈，姐姐们，你们觉得我妈妈漂不漂亮？觉得我妈妈漂亮的可以打个漂亮。嗯，你嗯，阿哥去哪里了？阿哥在他的家里面哈，家人们，阿哥在他的家里面。哦，马上可以了。对，在他的自己的家里面。然后我现在不能再叫他阿哥了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叫他阿哥的话，我自己能听得懂，但是很多人是不知道阿哥是什么。嗯，阿哥是什么？对。我姐姐没有在家里面哈，姐姐今天没有在家里面哈，家人们，嗯，盐巴少吃一点呢。好的好的，就是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嗯，家人们，我们今年结不了婚了，所以我是属于那种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。我不知道还没有结婚就怀孕的人在你们外面的话，会不会被人说呀什么的？但是我自己，哎呀，真的吗？我怎么就。就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话题，但是要。没说，人家在想他怎么的有还是没这个。啊。没有，因为我当时我真的妈，我跟你说，当时我就只去了他们家，就过年的时候去了一次，然后我们俩都没见面了的，但是为啥就这么容易呢？家人们，就是，对，我太冲动了，没有家人们。那你们觉得我有宝宝的话是？我太冲动了吗？嗯，并不是的哈，并不是的。嗯，我都不提这个话题了哈，我们就不说这个话题了，我们就不说了。而且我这次过敏的话，我都担心，只要宝宝没事，我都觉得其他事情都不那个，没关系的哈。嗯，没关系的。对，我头发很卷很卷，看一下可以了吗？为什么我会天天吃胡椒粉？嗯，我用筷子，这个太焦了，不行。再给它翻一下，哇，香喷喷的，嗯，香喷喷的。你出局了。女人要，嗯，天哪，家人们，谢谢你们点了关注，我们没有给妹妹点的，左上角可以给妹妹点个免费的关注哈。妈，你吃件蘑菇盐巴够不够？嗯。查不查盐巴？不查了，不是。嗯，不查了嘛啊、哦。嗯，我这衣服穿的太难看了，待会儿我吃完饭我去换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吧，赶紧把结婚证去领了吧，不是我不想去领，而是现在没有办法去领结婚证。谢谢我们小玉儿姐姐的关注，谢谢好多家人们给妹妹点的关注和赞赞，感谢你们呀。对，脸已经完全好了。我家人们，我要不要关掉美颜啊？不关了，没事，开点美颜吧。你看我头发其实为了做农活我扎得很高很高的，嗯，我明天准备去一个地方。去哪里？就是这两天不是有人在那个吗？有人在收那个艾草吗？然后今天下雨了，我没有去成，我就想的是明天去砍艾草。家人们，你们知道什么是艾草吗？妹妹，你这里有花椒吗？我们花椒还没有弄哈，家人们。嗯，头发可以剪吗？他们都说让我剪头发，现在可以剪。女人剪头发了不好看。不是女人剪头发，是我现在怀孕了不能剪，家人们。我现在是怀孕了不能剪头发，好多家人们跟我说让我去把头发剪了。嗯。那肯定。真的，你不相信？你看公屏嘛，妈，他们都说让我剪头发。那不懂。嗯，你看嘛，你看公屏嘛，好多家人们说让我剪头发。女人剪头发的不好看吗？哎，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，我头。